尚书大人，太史令即将告老还乡，虽说这个职缺不怎么重要，可是陛下却很在意，不知大人心中可有合适的人选？这件事不急，既然是陛下在意的，那肯定要精挑细选才是。是。今日还有什么事要议吗？ 东岳虽然初到礼不任职，但他之前在太史局待过。东岳大人，对今日议事有何见解啊？尚书大人，东岳初来乍到，对诸事都不熟悉，有待学习，还没有什么意见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畅所欲言，说什么都可以。 我觉得礼部审阅公文的过程太过复杂，如果有所精简，会办事更有效率。我觉得东岳大人所言甚是，日后你们就拿出精简的方案出来。是。是。还有呢？尚书大人做事太过专横，日后有重大决策，应该有侍郎大人在内，至少三人同意才能通过议案。 尚书大人执掌礼部，应当具有最后决断权。我赞同东岳大人的说法，以后议事需三人以上决断才能通过。大人，这决策一事不必搞得如此复杂吧？我礼部上下全凭大人一言决断。全凭大人一言决断。就按东岳大人说的话去办吧。 写入章程。大人，此举等于削弱了尚书的职权，还请大人三思啊！请大人三思。不必三思了。以后，东岳大人说的话就如同本大人说的话，各位大人切记。是。在太史局吗？哎呀，太史令要告老还乡了，太史局最近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来看看你，顺便拜访一下冯大爷。说是来看我的，其实是来找冯大人的吧？要不然你怎么直接奔人家书房来了？我问的是婢女，婢女说你在书房，我就在书房找你了。去。哎，冯大人平时爱看什么书啊？哎，你怎么毛手毛脚的？冯大人平时最讨厌别人动他东西了，你赶紧回太史局去吧。 去！哇！真是好字啊！这可是公文，你赶紧回去吧。 给我添乱了，走走走走走！不行，我还没见到冯大人呢。赶紧走吧，这些东西我还得收拾呢。柳川，哎呀，你赶紧走！不行不行不行！赶紧回去，不行不行走啊！别再给我添乱。冯大人，大人，我是专程拜访您的。你拜访我做什么？既然大人已经把东岳调到身边。 那我也想调去礼部，哪怕是最小的官，只要能在大人身边，能帮大人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啊，江南一带河道淤塞，我正犹豫派谁去呢，不如。
我去，我去。 现在整个礼部的人都知道冯熙宠信东岳，无论东岳说什么，冯熙都称是，还不惜削了自己的权。哼，上次他也是为了救这个女人答应削藩的，真是色令智昏呐。这么说起来，削藩之后，陆远同竟然没有什么动静，倒是颇为蹊跷。 殿下，殿下几日不见，憔悴了许多，还在为裁撤御风阁的事情发愁。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与其为名存实亡的御风阁难过，倒不如沉下心来，好好想想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从前我没有步入朝堂。 只是一些繁琐的事罢了。我听说东岳回来的也晚，和你差不多时间到家，还以为最近礼部有什么大事呢。或许是去街上闲逛了吧。逛街能花多久啊？听下人说他是从南大街方向回来的，南大街不就是礼部衙门吗？大人，东岳初来乍到。 你别让他太辛苦了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大人早点歇息。 礼部衙门和御风阁都在南大街上，难道他去了御风阁？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来看一看呐！给我来一本。南方水患不断，北方各地突遭蝗灾，粮食失收，饿殍遍地，各方百姓流离失所，苦不堪言呐！ 停车。
殿下，你要去治皇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凭什么跟你说啊？你还好意思来？庆祥，我要去北方治皇了。现在北方蝗虫未患，灾民背井离乡，甚至有些逃到了京都周围。我看着心里焦急，总想做点什么。于是，我向父皇自荐，给我个历练的机会去北方治皇。可是殿下对治皇并无研究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研究一些治皇的书籍。 冬月姐，冬月姐，哦，你想什么呢？那么入神。昨夜府里来了几个江湖人士打扮的客人，身上还带着兵器，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吗？我听到了，说他们是冯大人食欲微时的旧交，在书房盘桓了半晚，估计是有什么事要商量吧。 你能否帮我打听一下，他们商量了什么？啊？我怀疑昨夜那些人跟军械有关，你帮我查一查。嗯，紫嫣，这是什么？我今日在府中无事，就做了一些眉毛酥，你尝尝看。 好吃，这眉毛酥你之前请我吃过，我觉得味道还不错，所以我今日自己做了一些。我另外还加了一些花生碎和芝麻，你看看，我做的是不是比外面的好吃啊？这是比我买的好吃。那你喜欢吃的话，就多留一些，明日我再给你做。嗯。不过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跟我做点心吃？ 因为你教了我很久的功夫，也算是我半个师傅了吧。就当是徒儿孝敬师傅的。好，行。那徒儿晚上还给你留了点宵夜，不知道师傅有没有空赏脸啊？当然有空。不对，今天晚上小叔让我出去办点事情。 风前月下，冬青花开，不如叫你冬月。
戏。博西，你又骗我！杜月，对不起，当日在朱明义，差点失手杀了你。我知道你对此事耿耿于怀，今日以前是特地还给你的。那万一我要是真刺死你了呢？我没想骗你的，你别不理我呀。小叔猜到你要套我的话，那些话都是他故意那么跟我说的。大人要东岳姐去城郊私宅找他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说，非要骗他过去呢？他们的事儿，咱们就别管那么多了。你要是生气的话，来，打我两下，打我两下就好了。可是别不理我呀，你还答应我给我做宵夜吃呢。
小人似的。好吧，这份礼物我很喜欢，这次就算了。有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嘛？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弟弟看待的。道歉的吗？冬月姐，冬月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冯大人是故意引你过去的，我可没有跟他串通好啊。是我追查军械心切，才被他利用的，不关你事。其实冯大人对你的真心，连我都能看得出来，难道你还没发现吗？冯大人真的跟外面传言的不一样，你看冯府上下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的。那只是他懂得如何说服人心吧。不是的，冬月姐，我之前在安侯府待过，他和安侯府一家人完全不同，他背负了很多骂名却若无其事。我看啊，你就放弃跟他作对吧。不是我不放弃，而是要看看他能不能放弃作恶。我知道你想查到军械的下落，可是你这样整天对冯大人板着脸，他怎么愿意告诉你呢？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就对他温柔一点，态度好一点，他自然就不好意思拒绝你了。说的倒是容易，温柔些怎么温柔些？我在厨房做了一些炖品，不如你拿去给冯大人吧，你就说是专门为他准备的啊。冬月姐，你跟冯大人都是好人，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互相作对呢？我只希望我这样做能弥补你们之间的裂痕，好吗？卑职最先调查的是杏城，发现杏城河滩很浅，泥沙堆积，一担水有六斗泥。然后我又按照河道向上勘察，下一个县城是魏县，发现你一个县城一个县城的说，要说到什么时候？直接给结论。大人，每个县城问题各不相同，有的是天灾，有的是人祸，无法归为一类，还请大人给卑职一点时间，让卑职慢慢讲述。你是觉得本大人闲得没事干，还是你的这帮同僚闲得没事干？我要的是结论和治理的方法。可是闭嘴。尚书大人，你对下属的态度也太过分了吧。大人批评的是我太没有经验，将跟我写的太冗长了。卢川为了查出泥沙堆积的原因，跑遍了下游河道，才得出了预防下次水灾的方法。据我所知，那些地方连年水患，花费了国库大批银两治灾，仍不见效果。要不是卢川辛苦调查，根本无法根治。大人不是应该奖赏他吗？冬月大人有何高见吗？太史令已经告老还乡了，那个职位还空着，我认为可以让卢川做。哦，
陆川，你觉得行吗？这不太合适吧？卢川为人尽忠职守，他写的这份治理河道的报告写得非常的好，就是必须改改这啰嗦的毛病。卢川跟东岳早就相识，东岳举荐应该不会有错。太史令一职寒缺待补，现由太史局司隶卢川可以胜任，明日便去太史局复职吧。谢大人，大人真是不拘一格，知人善用，风流倜傥，年轻有为，才华横溢，有钱有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谢大人。怎么了？谢大人，我都开始知道了。当乐，当乐。拿着，大人说了，这两日必须凭令牌出府。你天天在想些什么呀？怎么丢三落四的？小叔最近的事情有点多，都是我在跑，他不放心别人，可能忙晕了吧。怎么，肯跟我说话啦？对了，上次你送我的暗器很好用，谢谢你。你喜欢就好。那可是我专门为你打造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对我的事情上心，那你晚上回来之后要是饿了你还来找我，给你留了眉毛酥。嗯。怎么这么大的人了，这脸上还蹭灰呢，跟小厮一模一样。去吧，早去早回。这么好看吗？我本来是想要恭喜你升职的，可你看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呀，全部都是在拍冯熙的马屁。冯大人把我这个九品芝麻小官提到了太史令，我当然要感谢他了。我现在做梦啊，梦里都是冯大人。喂，你也太没良心了吧，要不是我举荐你，你还在冯熙那里受冷落呢，结果你写的全部都是赞美冯熙的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感谢东岳大人提拔。去。不如晚上我请你去平康坊用膳怎么样？就当庆祝我履新。你这上面写到，你途经魏县的时候，遇到了蝗灾。是啊，写的生动吗？我在当地老百姓身上学到了很多治理蝗灾的办法，以后慢慢跟你说。三皇子正好在北方治理蝗灾，倒不如我把卢川治蝗的方法告诉他，说不定能对他有用。好啊，那吃饭的时候我们再好好聊。好。小叔，我说你可真够累的，你不是早就想让卢川做太史令了吗？当初嫌他官职小，怕升职太快惹人非议，才给他派了那么多苦差事。太史令这个官职虽小，但陛下却很在意，有时候太史令一句话能有千钧之力，让卢川当这个太史令也算是给我省心了。就是这人话太多，招人烦。对了，东岳呢？据说是卢川升职请吃饭，去了平康坊。哼，卢川这小子倒是知恩图报啊。雨柔姐，近日在府中可好？我很好啊，大人和你都很照顾我，而且道乐还教我学武功呢。那便好。对了，紫渊，你今年几岁了？我啊，五十七。雨柔姐，你怎么突然关心我的年纪了？我在想，你现在是冯府的表小姐，那说话做事都要考虑冯府的名声，对吗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
你别多想，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关心你。你也到了出阁的年纪，若是迟迟不肯考虑终身大事，难免会让人说闲话。可是我还没想过要嫁人这件事呢，所以现在该想啦。我找了人，给你说媒。啊？哎呀，女孩子嘛，总是要嫁人的。我挑了几个般配的青年才俊，你要是有空，也不妨去见一见。相亲啊？我说不定啊，你一眼就相中了，还着急嫁呢。那如果我相不中呢？那就当结交几个朋友也无妨啊。好吧，既然雨柔姐有意安排，我也不好意思再拒绝了。我可以去，不过雨柔姐，你可答应我啊，如果这几个人我都相不中的话，你就别再给我安排了。好。刘大人，请坐。请坐。大人，请用茶。大人今日一定是因为有要事才会来迟，是不是啊？是。文书已经为您备好了。今日迟到呢，是我不对，按道理该罚。大人千万别这么说，太史局您最大，一切以大人为准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大人日理万机，就算身不在太史局，也一样为太史局操着心呢。人在不在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。其人太史令在的时候，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此一时彼一时嘛。哎，卢大人，您可是冯大人的人呢。那，这你们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。我们这些人啊，以前有眼不识泰山，卢大人千万别见怪啊。卢大人是冯大人的人，我们这些人呢是卢大人的人，卢大人可要为我们这些人跟冯大人多美言几句啊。哎，是啊，多美言几句，多美言几句。哎呦，快，大人请。大人请。太史局刘川曾在魏县遭遇蝗灾，魏县百姓用此方法驱蝗颇有成效。冬月姑娘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只是随处走走罢了。你后面藏的什么东西？给我看看。只是一封信罢了。冯府的一草一木想要带出去，都要经过我的同意。夫人是冯府的女主人，她想要看的东西，你竟敢不给？难道信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了何止十个八个。你别看冯熙现在对你言听计从，很快便会失去兴趣。我劝你，还是知趣的好。